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曼福求情水，要来救被吊魂给受骗所伤阿喜啊！却意外得罪着恶霸七青天。阿喜啊，为了要替曼福解围，竟然自愿担起赔偿的责任。曼福唔敢把阿喜啊入虎口，就想要将判决俾佮卖掉换现金。不过却叫吊魂给受骗个阻止，因两个人就将判决俾会当交魂的代志讲予曼福知。一想要到曼福竟然暗生要用这个笔来帮助阿喜啊！这支笔敢真正有这厉害？爱找一个人试看卖。你这个查某上下苦头遐子，我得用你来做试验。当科技币赚大钱啊！好了，行过想过千万，唔通错过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来买外币，替你消灾解厄，无病无痛，人生食甲百二岁。囝儿来买哦，囝儿。笑的，人的分配也使买卖，你当唔是神哥？对啊，你也是神啊！笑的笑的。好啊好啊，讲到恁爸恁嘴手好拍夹，世间的代志是无奇不有，我是真正会当交分配。除了人的分配，不管你要变做冥火还是乌形。我让人当替您达成，你是读到歹去哦，好好人唔做，唔做要做先生哦。
根本都无人将万豪要卖外平这个生意当作一回事。万豪啊，赚无钱是愈来愈着急，就惊小弟哥是晴天，会用欠销的理由将阿姨啊带去做生意。万豪，万豪，你咧创啥啊？无啊，我来为钱烦恼啦。钱的代志，阿姐来想办法就好啊，你唔免烦恼啦。白大富哦。卖豆腐，敢会当伫咧三工内赚到一百块？既然迄个徐老爷这么阿白，我开去用破瓜皮家己的粉搞出来，送伊去苏州卖鸭卵好啊。哥胖，哥人来豆腐哦，有人买买无？你看一下，就胖的嘞。另外一边边，文昌嘛，今仔徐青天会强耍阿喜啊，想要叫阿喜啊成仙风头，想要到速度的师傅人带伊查某孙仔金凤转来。这个金凤自细汉对文昌这表兄都有好感，一心想要嫁伊。原本师傅人嘛真同意啊，啊想要甲文昌对是一点啊意思都无啦，有是干那当作小卖娘娘，最后金凤正着急，无哩管理上，兼要甲对调调，文昌是无意法，只好记在伊啊。想要到金凤坚持要嫁伊，根本就是另外有阴谋。金凤啊！你应该知影，我即届会叫你回来的目的吼。我知啦，阮陈家你放假欠的少，根本就无在条件。我若是袂当伫上这个时间内，互文昌表兄娶我做某，恁徐家就无迄个理由替阮承受。到时阵哦，阮陈家伙仔就全部去做乞食。你应该嘛知影，老爷。你上都爱办宴会，听讲这届文昌的受奖哦，都是为着外口遐个宴会啊。所以讲，咱若要得到这届财产，咱就爱上遐个宴会哦，一对啊一对，所以输掉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徐先生，你给我死出来！今天这公道我若无讨到吼，我就无结婚亲戚嘛。你想听着无？出来啦！阿伯，这摆是安怎哈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什么代志？恁迄乌心翁啊哈？恁到细姨安尼老体哦，哈，竟然走去观音庙，甲人所寄的这个求子树啊，拢臭臭断嘞，连阮家香火嘛拢臭断啊！我们来讨这公道啦！你看啦，这档就是阮的求子树啦。看你怎要安怎处理啦？是嘞啦，啊，着阮家老爷嘛是为着要生囝的代志，唔只安尼，伊唔是刁工的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来来来，这个钱吼，着当作是阮的赔偿啊。啊，你当作开钱都无代志是无？哈，这是跟阮翁上大唔忙嘞，关系着阮的子孙啊嘞，阮的后生嘞，啊，你是跟背去哦？哎、欸，水某呀、啊！当咱今日来吼，是要讨一个公道。啊，徐夫人吼，哎，这么生意敢会失的呀？我看哦，这件代志要刷刷去啦。嗯。啊，恁这乌心机啊，我真无咧稀罕的，歹滴啦！恁这乌心翁啊，歹心大兄啊，迄手人的查某囝哦，来做妾，啊，人若未生就共掠去浸池啦。无怪菩萨，唔爱予恁囡啦。啊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咧讲时间够咧，你收车过啊？好，好，水宝。先讲两句啊啦，行，来来走。哎哎，你又搁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敢讲恁家旧主树嘛，互老爷错断去啊？吼，无啦，我是。啊好，唔管你有啥物代志啦，这一百块你摕去啊。我无爱搁听到任何生计的代志啦，紧走。哎，夫人，这一百块真正要我啊？你嫌无够吼？无啦，无啦。是讲无功不受禄，我袂当白白摕你的钱啊！安尼啦，我卖你外皮哦。你若是想要身体臃肿，我就卖你好的外皮，让你甲面虎同款，精神百倍。你若是想要身材美妙，阿那多姿，我就卖你蛇外皮。不管是天顶飞、土脚地，还是水底受的，我拢当卖你。修人，你想要啥物？哎，囡仔人吼，卖伫遮乌白骗啦，钱摕了紧走啦。真的啦，你敢无想要试看卖？
我是希望哦，阮家老爷伊的身体哦，会当像牛同款的这样勇健啦，啊，疼痛我一世人啦。啊，你敢有法度？好，我绝对让你如愿呢。简单呢，赚真多哦。看在你某这大方送我一百块的情分上，我就把卖外皮的头一笔生意送给你。这声徐清天真正较勇过牛啊！不过万福凊彩用判官笔改变人的命运，会惹出什么款的风波呢？几间厝乱糟糟，拢无得病嘞哈！啊，有人！哎呀哎呀，老爷老爷两口啊！你先坐。出人啊！来啦，你莫甲我怕啦，我吼会乖乖来去理财，甲你拖磨啊！吼！啊！好啦好啦，我来去理财，我来去理财吼！无无！哎，老爷老爷！阿哥，迄高中那遐奇怪，好亲像和牛虎仙同款，够会共动嘞，那遐恐怖啊！像牛虎仙，我是希望哦，阮家老爷伊的身体哦，会当像牛同款的这样勇健啦，啊，疼痛我一世人啦。好，我绝对让你如愿的。应该袂吧？那个囡仔，伊真正去搞牛的瓦票，好老爷。小霞，大家来哈，没打呼啊。你。你哪有这么多钱啊？我赚来啊。你赚的？你做什么生意？哪会当一个月可赚到这么多钱啊？啊，阿爷子，你莫问啊啦，紧把这一百块还给阿爸就好啊。啊。赶紧起来。哎哎，你要要创啊？你在创啊？你学不了人啊？江西去哪里啊？你是对阮当做什么啊？我刚是替你关心你的新闻尔啊。夫人，歹势啦。我小弟，若是做唔着什么代志，你就送伫我家啦，唔免计计较好无？你带我去看，看恁小弟对恁阿公做什么好事啦？哥，哥，阿奴啊，你帮我点公爵吼。哎，不是恶心咩？哎呀！哎，你再来看，迄个恶心的是咧起笑心，好好人唔做，煞咧学牛食草啦！哈哈真正是天公伯啊，开万酒啦！一定都报应啊啦，开始做奸细啊啦！哪里哦？我等家扛到阿阮家，拖着我做咧时间啊咧！恶心的，我今麦是你的主人，带我带我拖着我啊！呀！哎呦！行啦，你这条大怪物！
看，哎呀，就是那样，不，哎呀，快下去，哎呀，快，你真正死戆牛啊你！哎呦，好啊，无你即摆先创啥哈？哦，你即摆趁阮翁一时头壳无清楚，你就安尼家欺负啊？好歹阮翁嘛是庄仔内有头有面的人，你是凭啥会家欺负哈？无无啦，秀玲，我只是在跟徐老爷君耍笑尔啦。你搞过来，你搞我过来啦，拢是你害啦！老爷即马变干嘞，拢是你害啦！你赶紧搞我想办法，让老爷恢复正常。慢好，慢好。哎，你看医生。啊！无啊，是啥物人共这草钱我的嘴啊？我无。老爷，你恢复正常啊？我是啥物人？你会联系我无？是你无正常哦。啊！哎呦，你正常啊，你正常啊啦！小叮当，小雷雷啊！讲，是啥物人在这吵？只有我找的。无啦，不是我吧？不是。什么人？老爷，老爷，小张来接啦！老爷，哎呀啦，我愈播愈大空，这声死老爷袂安尼放我煞啊！哎呀，你安呐？阮通枕头的人哦，大家拢会徛在你遮，那喊你几时当看乌心的哦，变做僵尸啊，伫咧捕草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对啦，对啦。哎，熊小兄弟啊，你到底是用什么法术，会变做安尼啊？都。老爷。人我原本是讲哦，希望你的身体会当勇健啦。啊，免来知影，万福迄个囡仔，伊真正有法术呢，会当交牛的外皮来。交外皮？俗语讲有唔食嘛是戆，是青天是伫咧想什么歹出头呢？万福若继续卖外皮，敢会引祸上身呢？人我原本是讲哦，希望你的身体会当勇健啦。啊，免来知影，万福迄个囡仔，伊真正有法术呢，会当交牛的外皮来。交外皮，这个买卖可能袂歹哦。老爷，你无生气就好啊啦。高中，这是我亲手做的新马袋，请您。老公，结婚啊？我哪会愈看你哦，愈水呢啊？高中，老爷。哎。啊，迄新马汤哦，赶紧啉啦！啊，那无吼，那是凉气啊，迄药效就歹去啊。老爷。啊，我即届吼娶金凤转来，也是想讲吼，伊已经十八岁啊，嘛应该爱嫁人啊。啊，我想讲吼，要让伊甲文昌做伙，啊，你感觉安怎哈？是啊，我甲文昌表兄哦，自细汉就做伙佚佗，我知影伊嘛足介意我诶，希望吼高中会当替阮做主。是咧急啥货啦？我都还未生咧，万不叫文昌先生，我唔做无面子诶。老婆，赶紧再找一个姑娘啊！啊，娶入门啦！迄个头戏啊，伊袂歹啊！你赶紧去听阿公看卖。我保证，即届哦，我哼一下就好有心啦！我阿你讲，这啥啦？是马灯啦！赶紧拍电话啦！阿姨啊，
你先看来。行，今早来去拜堂先生。你去创啊，无头无脑的。我无时间同你解释啊啦，你若唔赶紧叫话，代志都袂赴啊啦。什么袂赴啊啦？我阿姑伊。表兄，表兄，你的伤还袂好，你哪又走出来啊？行啦，阿哥叫你等来，等你讨论哪会付出来。哈？你要结婚啊？无啦，你要听后面讲。金凤啊，我无要娶你，我是要娶人妻。好啦，我无想要听啦，你要娶啥？敢我无伫呆啊？我干那想要过平静的生活尔。蛮好，行，咱回来。我来了，我来。家己的桃花都处理袂清啊，搁想要干嘛来这哥哥弟？金凤啊，就算是我阿金有安尼想要带咱两个杀组队，啊，不过我介意人是阿喜，家己是无可能的。嘿，施文聪，那不是因为我到处要钱，我哪有可能遐尼白见笑？你才跟你哥哥弟。好啊，既然你无想要接受我，那安尼，我就先甲你的阿喜嫁予高中啊。哎，公公，你也要发誓，我都好人哦，变个勇，够勇，够变，我想要变。你敢有确定？那有什么效果，我唔负责哦。哎呦，当然嘛有确定，只要会当好阮翁吼，安尼变作咱通庄仔头上勇、上强、上猛，敢咱一尾活灵哦，拢袂要紧啦。啊，那到时吼，我绝对替你宣传，你一定会赚大钱的。我也是英人，唔做坎地哥，洗石头。用来判人生死的判官笔，煞办法摕来做赚钱的工具。伊安尼是个天行书，感动我多好阿姨也过好钱呢。明仔载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买瓦片。传说的人死了后，神游赤山，魂归泰山。在台湾，毛真侪人相信讲，泰山的山神东岳大帝，就是主掌冥界神明。东岳大帝呢，伊所管的都是阴司地府啦。啊，那其中上较重要的当然就是十殿阎罗嘛。那十殿阎罗呢，各殿呢拢有伊的啊，这个什么秦广王啦、楚江王啦，每一殿拢有伊的。咱今麦讲了亭长啦，东岳殿呢，伊上较大的特色就是讲，会去找东岳大帝遮的信徒呢，拢是有当时犯着官府啦。比如讲去人告啦，还是讲要啊去人告啦，或者是讲物件碰见啊，甲司法有关的就对啦。啊，都会去拜这个啊，对东岳大帝，请伊主持公道的意思啦。因为东岳大帝专门判生死、论功过，所以毛信徒当作是司法之神的祭拜。除了管理阴间，嘛主持用世间的公道正义。人相逢，点在风雨。点来临。